描述青春成长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台湾以及其他华人地区深受好评之后呢，掀起了大家回味自己在中学时期的青春岁月。今天来了五位校草级人物，哈喽，你们好，欢迎。欢迎。刚刚在调戏。调戏？她是沈佳宜吗？我是大家的女神沈佳宜。烂透了，鱼尾纹很重哎，沈佳宜。对，因为我很喜欢笑，所以会有鱼尾纹。嘴角有好像两颗痣哎。哦，那是我的梨窝，招牌梨窝。梨窝是用笑的时候还是有？今天的五位男士呢，号称当年的校草，所以穿了校服前来。不过跟沈佳宜摆在一起，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高山峰，你先站一下吧。沈佳宜今天穿四角格纹内裤哎。怎么样？我不能穿四角格纹内裤吗？你幼稚。你在中学时期，如果跟女生出去，是勾肩搭背吗？没有勾肩搭背耶，牵手。牵手，而且是用书包。你牵沈佳宜的手走。我记得快被他得逞了。我记得你们前面有发真的沈佳宜，可以不要让我跟假的这样。试试看嘛。来走走看，我看看那个有没有青春勾吗？没有，没有，是牵手，没有，只有牵手，而且就是牵得很含蓄，而且勾手指的牵法吗？对对对，而且书包还要放下，纯爱。书包怎么放下？没有，书包要遮住，不让大家发现。对对对，书包，对，书包要遮住，遮住。对对对，然后你要勾，对对对对，用书包遮住，为什么？就是会要让他看不见你，是不是？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还会有警察什么的在。我跟沈佳宜很配，好配哦。我要吐了，这也是都已经结婚了，可以不要聊这些吗？对对，就是要。所以，你穿的是你当初的制服吗？对对对，上面真的有绣高山峰的名字。因为这就是我的制服，可是有点脏。你留了这么久，真的？对啊。然后昨天穿上去的时候，发现还穿得下。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可以放开了吗？不行啊！成功高中是好学校哎，好学校。当时功课如何？功课很差。等一下可以一起回味他的当年勇。对，那个高山峰可以先让开。把沈佳宜空给别人吗？因为他们都喜欢我，所以你要空出来。我真的快吐了，我快吐了。沈佳宜好像不可能跟西方人交往吧？他瑞典吃西餐。大颗粒同学，麻烦起立一下。你不要把我们的沈佳宜弄坏了哦。穿太多了，对啦。你小力一点。我们学校就是要穿那个回式的那种西装裤啊，西装裤，然后要穿这种蓝色的。那个西装，西装，你的外套好像要炸开了耶，太小，有点小了。他们的制服都比我好看多了。我们那个是有点像那个 sweater 的毛衣的，毛衣型的，毛衣的，或是有西装都可以穿的。然后这个是刚刚，这是完差不多一模一样的。那你高中的时候，如果跟女生交往是牵手吗？还是勾她的肩膀？因为我没有。我高中的时候，我没有跟女生去，没有去任何地方。对，我没有去牵手，我没有女朋友。可是有接吻啊，有接吻。请请。啊？怎么有接吻？没有牵手，你有接吻？太下流了，我不能接受。我接吻是因为女生都要用我来一个试试看的一个人。什么？你高中是不受欢迎的人吗？因为我没有发育的，我都这么矮。我都看起来是11、12岁，所以就他们会有 party 什么东西，就请我过来，因为他没有不会带来伤害。吻是哪一种吻？就是开始的时候有6个，然后就说好，我们就跟夏克力吻一下，然后就因为没有有一些没有亲过，然后开始亲就是那种这种，然后他们说你要湿吻多一点，他们开始比赛，我跟你说，然后就开始6个都要一直亲，我要是5个或是6个，然后亲亲亲，是湿吻还是湿吻？湿吻用湿舌吻，舌吻，你也差太多了，湿吻跟舌吻，你不是要扮沈佳宜吗？对，要演什么像什么，就是啊，所以现在是要湿吻，湿吻，现在是有包袱了吗？怎么了？不是有背包了？专业上的演技无法达到这个要求吗？不是在节目上面，只能在电影上面亲，是不是？对啊，你叫毕露哥为电影怎么找？也是要看这个夏克立他。我很想要，可是我老婆，对，我是怕嘉千姐那种观感不好。我老婆跟你说，我去拍那个《光阴的故事》的时候，是我那个来演啊，这是我老婆演我老婆，然后我们要拍一个我们在创上的，就是上创的，那第一次我们上创的那个老公跟老婆的戏，然后我老婆跟打电话给导演说，他不能请他。为什么？哇，这么我老婆就说不可以亲男生，亲戏啊，可以上床，可是不可以亲。对，可是我也不能，就是他有说，就是不能太有些职业是这样太亲密。可是我不觉得你老婆会介意陈汉典哎。是啊，汉典，我希望这个可以跳出来，对，被他发现了。那是
请坐，请坐吧。姚元浩是哪一家？哪一家？学校是哪一家？培德，在基隆。所以也是15岁进去吗？还是就正常的啊？国中毕业就进去。你长这样就是很标准的帅哥啊，在学校是校草啊。就在学校，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去选校草，但是校服已经没了，他今天就穿。对，我昨天回去找不到。是没有故意留，还是以为有留着？以为有留着，但是都找不到，所以就是白衬衫、黑裤子，只剩下书包跟毕业纪念册，其他我都找不到。你可不可以站起来，我看一下你？以前裤子也不可能那么紧哦，有以前裤子，我是7年级的嘛，所以以前那裤子都还蛮流行、蛮窄的。所以你在高中交往约会的时候是勾肩搭背吗？还是？其实我国中跟高中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都在玩滑板。然后那时候就长这样要玩滑板，这样不是？我那时候都在玩滑板，就是很风骚啊。玩了差不多6、7年的滑板，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如果有载女生出去，都是女生在后面骑摩托车抱着那样。啊，对，就是都骑后面抱着，然后板子都滑板都放在那脚踏板上，然后就骑到板场。然后那时候是你那时候是流行尾式牌了吗？鬼夫，那时候流行尾式牌了。那时候开始流行滑板可以。滑到校门口，然后就把它拿在手上进校园吗？可以，有厉害到可以下楼吗？有，可以，是会跳上那个杆子，对，可以跳上杆子，然后跳过那个什么障碍物这样。那你整个高中就无往不利啊！就是高中其实还蛮，而且我高中外滑过去，不就里面的人就会注意你？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高中会很特别，我在学校很特别，原因是因为我高一就开始拍戏，哦，那也拍电影？怎么会？高一那时候开始拍《黑暗之光》，这么早就进演艺圈？然后，所以在学校很特别，就是我的头发都会有办法留得比别人长，因为教官会叫我剪头发，我就说，因为拍戏要联系导演。黑暗之光，那个是张作骥，张作骥导演的那个《黑暗之光》。对啊，你走在很时尚的那个气氛。其实我觉得还在学校高中的时候还蛮算。因为尾式拍，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脸都是洞哎。我这边有1、2、3个洞，然后这边鼻子一个洞，然后这边2个洞，哇，然后耳洞都是珍珠奶茶大，啊，就是像珍珠奶茶吸管，现在还在，学校不管，学校会管啊，所以学校在学校的时候都用竹筷子，教官要没收都直接给竹筷子，然后再去折，再竹筷子再放进去就好。竹筷子，竹筷子，免洗筷，塞到洞里，塞到耳朵啊，塞到耳朵洞里面啊。所以它的 size， 我们耳朵的 size， 耳洞都很大。你的耳洞大到可以塞竹筷子，最大有大到珍珠奶茶吸管这样。有了，那个年代刚开始流行洞大的时候，可以这么大吗？可以，撑一直硬撑。流行大洞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要不然呢？要不然你会去如来佛吗？我们后来是把它撑大，把那个洞撑大，用粗棍子，哇，非常痛。对啊，然后这越大越帅，是不是？是。那流行穿高领吗？里面有也有，冬天的时候。我记得高中还有假高领呢。什么是假高领？就假高领，就是只有这一节。对，只有这一块是高领。有我们。然后下面是空的吗？没有，下半身就是没有啊，就只有这一块。流苏，然后穿制服，它等于是一个坎肩。对。你有穿假高领？有假高领。因为你穿衬衫就弄个假高领护。你穿假高领还敢主持康熙？所以。当时的那个军训服就是卡其服，那个是什么时候穿的？我们的军训服，我们上军训课的时候就是穿这样的衬衫啊。你念高中的时候呢？哎，我们军训也都没有卡其服，就是一样制服，一样制服，怎么样？我有念过高中啊？你们是在怀疑？一跟你聊完天就会觉得没劲啊？不会啊，有非常为主的，很像聊天的黑洞哎。对啊，一到里面就怎么就立刻脑筋就没东西啊？没有，试着跟我对不对？你那时候高中在流行什么？其实我都很乖，对啊。你自己看。要不然我就又没收一个话题。对，没有，我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当时流行的潮流是什么？流行潮流是背短的。背包也是背短的，然后书包上有字吗？会用立可白写。写什么？写一些那个唱片的一些名称，比如说郑中基嘛，那我们就写。是郑中基的年代。我就会写什么？写郑中基三个字吗？他的左右为难。对啊，或者借情人啊什么的，就自己会乱写。为什么？就不知道啊，就也不知道写什么，乱写一通这样。他为什么这么适合沈佳宜的头发？我越看越奇怪，以为是真发，很真实耶，看起来发质好好。我觉得我很适合这一顶，以后就留这样好了，谢谢。漂亮。
马伯贤滴血认亲，全是年轻人的祸。伯贤兄不用讲了，他是偶像，对呀，肯定以前就超受欢迎。因为李知道很近期才变得不受欢迎哎。上礼拜才开一个学会，然后因为我们毕业是19年了嘛，第一次开同学会，然后那他这三个当中，其中有个女生就说，我们班的同学会其中有两个人是一定要来，就我跟另外一个一定要到。要你一定要到，是要你认什么东西？你真是没有啦，叫你滴血到碗里面。啦，滴血认亲哦。对，老师是哪一家？我是协和工商。协和工商，它是一个专校吗？算是一个职业学校。那你那些有把制服剪成这样吗？那时候流行砍肩，砍肩。我那个年代不能牵，那我们学校这种规定是不能牵女生的。可是如果你的女朋友，你要带有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点地位，那女生是这样，她走到你旁边，她就把手插到你的裤子口袋后面。来，用沈佳宜示范。譬如说，对，如果我现在是在他旁边，那他是我的女朋友，我会把手口袋这样插，他是把手插在我的屁股后面口袋，两个口袋。对对对对对对，就插着这样，然后我们会这样走，两手两手啦，一手而已。对，然后通常就是以前都这种感觉，手插太像被大家同学或者哥们在讲话的时候，然后你就很喜欢你这样，啊，今天没有，今天怎么样？然后他就扣你，不要闹。对，然后我跟你讲，昨天我们打那场，你应该是赢了。哎，你不要闹好不好？哎，干什么？就是哦，对，摆出威风。对，那时候就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很有那个。什么年代？但是呢，那女伴会有沈佳宜这种吃渴的眼神吗？就是一直很想抓。对，然后他会忍着，有青春挂的。哥们都不在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就开始弄我，他就开始刚刚掐一下不行，是不是？你以后就不要掐我啊！朋友在嘛，对不对？那你给好不好？给我一点面子哦！操，同学都在那边，不能这样子。快要舌吻了，多掐个两下嘛！真的，陈汉脸真的好漂亮。我也真的很适合扮这个角色。等一下，我们看到你照片的时候，是会看到高腰裤的照片吗？高腰裤不会，但是你会看到我那个年代的车子，很特别的车子，因为当初那个太风光了。那这你只要停在那边，你就坐那边不要动，那人就会过来。你可以理解今天的校草的回。哎呦，有没有来了？是不是？你那个头发是帅。那时候就是流行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以前少年队不是都流行那种东山纪之是那种吹得高高圆圆尖尖的，然后后来有一阵子，你记不记得有涉世子队有一个本木雅弘？有。他们以前是说我就是长得像本木雅弘，叫我把这边弄成蓬的这样，然后用那个五根梳子这样挑。你不能够说不是，可是是吗？像意大利人的感觉。以前就缺一位了，缺一位。那个时候这个车。但我的童年，你记忆是真是。张老师，你可以理解我们今天的五位校草当中 ，S 跟我最存疑的是你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每天换一个女朋友。他每天换一个女朋友？没有到每天。你每天吃一家小西餐还相信？你每天换一个女朋友？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他说了几件事情。他说第一个，他如果骑摩托车在校门口。叫哪个妹，哪个妹就上他车。你收钱啊？怎么可能？你收钱啊？第二个，他每天换一个女朋友。然后第三个就是太淫乱了 ，Kiki 好可怜。没有他追不到的。哦，太淫乱。你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好像就疯，所以刚刚那个样子就是你高中的样子。对，以前的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肌肉就是已经是硬的，是不是？对，因为我是田径队。我以前就是田径队，所以我在学校里面也有很风光。然后我还在司令台前教大家唱国歌。不好意思，那个姚元浩就可能个子上比你高一些。对，所以他帅是很正常。高度没有问题吗？我那个时候没有，到时候但是因为我女朋友没有很高啊，就是那时候小就那样，所以喜欢的女生也不会说你叫的都是比你矮的，特别的那么。超过140耶，对，不超过。可是你是认真的，就是对。哇，惊到班上同学了。那个时候有化妆吗？士官班的學，有一点像许建国哎。许建国，锻炼自己很成功的那一次。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头发不是一般被剃的平头哎。不是，以前那个时候不是啊。那怎么会红的呢？大家都很瘦。那是因为我风云人物。对，因为我有去唱歌比赛，然后又去参加学校田径队，然后就。很有名啊！你们有像他这么风光，就是每天打开上课的桌子里面都放着女生的情书吗？情书有，然后吃的东西也有，饮料也有，但是不会说每天换一个，我觉得那个蛮夸张。那也不是每天换啊。所以你当时把的妹就是沈佳宜这个造型吗？什么 type？ 很有气质那种。那时候头发会再像小 S 这样再短一点。
就清纯学生魅力。对对，清纯学生。那以他现在这个姿色，就是这样的姿色吗？很难差不多吧。对，就是这样。真的吗？对对对，差不多就长这样。那时候女生很羞涩，那时候女生就是乖乖在你旁边不讲话。你再给我装腼腆的样子看看。渐渐喜欢上他了。为什么？真的越看越顺哈。你可以，你下次就去演沈佳宜续集啊。谢谢你，陈总。那个国贤兄不用讲啊，他是偶像，对呀，肯定以前就是超受欢迎。我是专三的时候才进这个圈子，然后才比较那个。你是哪一家学校？新屋。新屋。就在他们专校。专校，专校。那我那个时候是还是专科学校。因为你是到很近期才变得不受欢迎。因为你小时候我们都是迷你的偶像。对对对，小时候对啊。你说专三才，那专一跟专二是平凡人。近期才对受欢迎。我专一在。你这样讲，影响到我心情。啊，继续讲，继续讲。我是会以走样的程度，好像是他最厉害，是不是？对他变得好蓬哦。我变得很蓬，就是因为像潘老师就还是有紧实感呢。哦，对对对。然后杨元浩，好青涩。这个是应该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吧，二三年级的时候。这就是红孩儿时期。还没，这时候还没有进红孩儿。所以你去面试红孩儿的时候，有被赞叹说这小孩很帅吗？有。就是外形，那时候就是外形跟舞蹈，然后就才进去。你这个时候还没有进演艺圈，这时候还没有进。你那个炒菜肚兜的，下面是裤子了，裤子。那围兜是背心啊，背心肚兜。对，我觉得很像。你赶快拿隔壁阿姨的。我念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打扮，我其实很喜欢打扮，所以要穿女装啊。哎，我几乎都在西门。那时候流行戴黑框眼镜啦。那时候非常流行，因为那时候我们下课都选。黑框眼镜那么早就流行。复古，就这种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去逛小香港啊。就是在万年那边，小香港地下室那边，我常去那边逛，然后买香水。所以我从专一开始我就买香水。对，我专一开始就是会戴眼镜，然后去买香水，然后喷香水。嗯，为什么？就吸引女生注意。哇，对啊，那什么鬼？哇，这是后来我进学校的那个舞蹈室，然后整个舞蹈室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生。那是紧身裤哎，是紧身裤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跳那个现代舞嘛，现代舞。你以前是不是对你的人生有很多想法？嗯，很多想法，在念书的时候。后来就一个一个破了。后来就一个破灭了，因为我当初我其实就是。所以你如果那时候如果被云门舞集选去，你会去当现代舞？有可能哦，有可能。谁叫你拍忧郁型的照片？而且因为当时的女朋友她是摄影师，所以她就叫我做她的 model， 然后就拍一些比较忧郁的照片这样。谁是摄影师？就之前的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她是摄影师，所以你很习惯从小就被人家称赞帅帅帅帅帅。对，然后就是，他们要拍照干嘛都会找我去拍。你这个照片看起来每张旁边都是女生，没有男生呢。因为我从一专一到专五几乎都围绕在女生堆里面。你在女生班嘛？因为我们学校男女比例是9:1。那这三个都是你？这三个都我们班的。臣服在你群？对，都是我们班女生。然后对我就是都还都爱你就对了。为了马子仰慕吧。那你有对他们哪个下手？我都没有，都没有。中间那个，因为我不吃窝边草，从小我都没去碰。为什么要下中间那个手？因为感觉最有自信。他现在是知名企业的那个大企业的那个老板，所以你不应该下手吗？对啊，你还有联络啊？哦，因为我们上礼拜才开同学会，然后因为我们毕业19年了嘛，第一次开同学会，然后那他这三个当中，其中有个女生就说，就指定就说，我们班的同学会，其中有两个男生一定要来，就我跟另外一个一定要到。他说不然来参加这同学会就失去意义了。所以他们都还爱着吗？我觉得因为他还没结婚，应该他是要你哇天哪，都还没结婚，三个都还没结婚吗？对，三个都还没有结婚，就等你，都在等你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等我，但是。因为那天我问他们三个，要你一定要到是要你认什么东西？你这是神经？没有，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确定没有，他们觉得我从学校到没有啊，没有啦，都没有结婚，你在那边，我叫你滴血到碗里面，好啦，滴血认亲哦，对，滴到什么了？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他们其实都就是对我都还不错，都还蛮喜欢我的这样。19年的同学会，如果马国贤不去就没有意义了。对呀，他才是沈佳宜啊，他是对呀，那是有秘诀的呀。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听到我其实我还蛮感。电影中沈佳宜的发型不是我们照片里看到的发型啊，沈佳宜不是应该留这种三角形的头？没有，他比我们在早。年代沈佳宜是我们那个年代，对啊，所以你们那时候已经没有这种三角，已经就是直发了，直发，就是可能偶尔会绑个马尾这样子，对啊。
就走气质路线。你今天眼睛真的好水汪汪哦。对啊，你是戴了假睫毛哈？对，有假睫毛。对。然后那个梨窝用画的这件事情是谁教你的？这梨窝一定要画，难不成用割的吗？你今天你今天去相亲会成功哎？真的吗？但是我是男的，都帮你安排。你说跟女生相亲？我老公有一些单身朋友。明传好像那时候是很窄的。明传它是绿色，墨绿色。哦，那明传的漂亮哦，明传超漂亮，没有一个气质，哇就叫，那每个人都这样。所以你当时是迷明传的？我在明传教他们跳舞，所以我那一阵子在明传待了大概3个月，就在那个山上。你这样讲，高山峰的眼神很不屑。不会，那时候还没有男生没有几个，所以我说我刚才讲说，张腾他是最幸福的，因为他在明传商专里面，那是哇。所以你借着教舞蹈，不就是可以跟很多女生怎么样吗？是没有怎么样，因为其实那时候虽然是有很多女朋友，可是你都不敢啊，你会怕。就像我觉得我第一次被学姐叫到公车上面的最后面一排啊，干嘛？躺下来，潘若迪。你虽然是最后一排，对，虽然你很风光，可是你还是会怕。是学姐派人过来通知你吗？没有没有，学姐直接就讲今天晚上约。我以前是在那个南港永春那边的公车处总站住在那附近，学校也就在那附近，学校工厂在那附近，所以他会说，哎，你在譬如说69号的车，你在69号车后面等我。不是最后一排，他说你在公车是有在开还是停着？停，那是就是以前就是停在公车处，很多停在。已经回到吊车，但他门都没有关。以前的门不是以前是那种车长车长小姐啊。以前是车上有车长小姐的，你是金马号那个年代哦？哎，对啦，好久哎，30、40年前，因为那还在检票的年代。对对对对对，所以公车门可以推了就进去。对，你只要推就可以进去。是黑，里面是黑的。哎，就黑的啊，就是黑的。然后椅子，所以你们是去公车里面约会？那第一次约会是因为那一次就是我们说学校的校庆比那跑步第一名嘛，就他就会把你叫说，哎，晚上你到公车上来，我们有事情跟你说。你自己也不敢，不能不去。所以是集体一群女生约你是不是？哎，一个学姐，算是长得蛮不错，可是我有点怕，因为她丢铅球。难怪你可以换一个女朋友。而且那时候其实我们要求田径队是都学长学姐，你要听他讲，一到他就叫你说到后面去。因为接吻最好是双人座，你干嘛要选最后一排？对啊，一定是要躺下来。不是我选他，我们那时候哪里想这么多？那时候有一点点怕。你真的全裸躺下来？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坐在那边。他还穿坎肩呢。他也是，但是他也是亲的蛮那个。等等，他你说他推铅球，所以他是把你推的，当铅球在推啊，很用力的抓住你吗？还是什么？没有推，他先把手放到我的腿上，他先放我腿上，然后对他讲说，其实学姐很喜欢你，你知道吗？我说哦。然后手，然后他手就压倒。对，而且我跟你讲，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那你有抗拒吗？不太敢，但是有这样就躲。而且我还记得那首歌让我一辈子都永记得，那首歌嘴巴说不要。对，那首歌的原因是什么？你有说不要吗？嘴巴说不要，但身体是诚实的。没有。潘若迪遭到强吻，村长还发表扬状。你去闪避，他不会翻脸。学姐叫亲，你干嘛去闪？那时候应该不敢那么夸张。一边亲一边刷你腹肌嘛。我是有回去跟我村里面那些兄弟说，他对我这样。你是什么年代？又在村里面？他变态直接在脖子上。山贼来了！只有会需要表扬你出去。不喜欢他干嘛去？我不敢不去，因为他是带队的有权威队长，权长制。对，而且他还跟我说，你下次不用练跑，就是我们不用跟人家，我们以前是要绑着轮胎爬坡跑，你现在不用练跑，就让给我有特权，就是为了亲了一下。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用肉体换来修饰，对。然后公车停在那边，那个围墙旁边是住家，那时候放的歌我还记得，我中山中啦。我永远都记得那首歌，这里还有音效。每次听到那首歌，我就好难过，你知道吗？这是你的定情曲耶。对，就是那个。那是初吻吗？初吻，初吻。你一直闪避，他不会翻脸，说学姐叫亲，你干嘛一直闪？没有这么，那时候应该还不敢那么夸张。他有一边亲一边刷你腹肌吗？不太行，是不是？什么行程？100万。可是他有跟我讲说，不能讲，不能讲出去。哦，他说你不能讲出去哦，因为他说只有我们俩知道你不能讲出去。你在下车讲哦，我们在车上。你违背了对学姐诺言，你违背了对学姐诺言，学姐。好，学姐，我错了，对不起。负心汉，学姐现在到底不知道。所以你的高中生涯就是肉票哎。你有第二天回去看是他是不是在那边跟另外一个男生吗？
他可能明天晚上有另外的。他才是每天换男朋友的这样。我是有回去跟我村子里面那些兄弟说，他对我这样。你又违背跟学姐的诺言，你到处讲，你是大嘴巴。我因为我回村子去讲啊，我会怕啦。回村子。可是我兄弟就是和兄弟兄弟。你是什么年代还用到村子？回村子，回村子里的又回到魔法，然后讲他们的大牛都听到。我讲的诺里面的。他们就是那种教那个啊，你刀粉，你们太不了解这个打菜刀的，知道了，打金的也都来了，大家拿着扁担就出现了，他扁担放在脖子上，真的，你们完全不明白，身体来，把扁担。我在清朝哪里的村子？那个我自己自己住的县村，哎，我们的村子里面的同学就是你的精神依靠啊！你知道你在学校里面各班级，你跟村子的人说我被强吻了，他们是义愤填膺还是他们笑你？没有，通常如果说今天我被人家怎么样了，就等于到那可能山中找妖怪了，太耙子了什么的。就大家有很羡慕你这种艳遇吗？不会。不会，所以村长不需要表扬你吗？出去，用广播是眷村，我快点回来。村长，不要闹啊！只有会去骑摩托车要出去玩，找不到伴的时候就会叫我找。所以五个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被女生抓去强吻，杨元浩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你到现在没有。可是以前都是女生主动约我，所以你也那么风光吗？你每天打开猪猪都有情书？不会，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读的是男校。那吃的呢？吃的有没有人进贡吃的？哦，他们会就譬如说事先跟我讲好说，他们会送到学校门口来给我，要我中午时间跑到学校门口拿他们的、那个、别校的女生。对啊，通常是哪一校的？都有。哎，你们当时最瞩目、最喜欢哪一校？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精美女中的女生跟中山漂亮，对，中山女高的学生也漂亮。所以有精美跟中山的进攻食物来吗？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我还觉得说，哎，成功高中就要跟中山女高的女生配对，因为制服是搭的，我们是白衣黑裤，他们是白衣黑裙，所以这样才登对，这样子。所以去门口领取那个食物的时候，都领到些什么？领食物。他领券粮嘞，领到些什么喂鲤鱼的东西？没有啊，就是他们可能做爱心便当、爱心三明治，还亲手做。对对对，真的里面有爱心的形状吗？有，用番茄酱啊。所以同学们就是发现你是最受欢迎的男生。有一些有女生认识的，他们会也请女生做。所以你要的话，你是可以每天吃免费的，是不是？可以。那你会遇到送便当刚好两个女生？就刚好相遇，然后都要送便当给你吗？会啊，哦，不会吵架，那彼此不就是情敌？没有，他们就会说你要先吃我的，我说嗯好，然后哇塞，大哥好龙象哎，你当时是哪一种帅？就是像现在这样吧，皮帅。没有，因为我你高中就是像现在这个个性，是不是？对啊。没有说去现代舞社什么这种，没有，就摆一些奇怪动作，然后穿紧身服，不太像。没有，所以你那时候就是狼了，是不是？就是一直表现出很不在乎的感觉。对对对，是摇滚乐团吗？还是没有摇滚乐团？那时候是比较接近飙车族，所以社团是什么社团？社团，我有参加过热舞社。热舞社？你哪是热舞社的人啊？没有，我没有入社，但是我的朋友他们都就觉得说加入热舞社就可以很耍帅，所以热舞社有去别校表演吗？有，为什么？就是他们好像其他学校校庆，而且我记得邀成功的热舞社去表演。对，所以你是会跳街舞的人？跳一下，没有，那时候不是跳街舞，不相信真的，那时候不是跳街舞，杜德伟那时候有杜德伟的什么拯救地球哦，然后还有 OK， 对，然后还有拯救地球是怎样跳？Happy 拯救地球是我跳的，我那时候跳拯救地球，那还有跳草蜢的，对，什么忘情三八五，所以你说他是狼的意思，他那时候对女生就已经下重手了，是应该就是玩的就是重口味了吗？重口味还好了，有把人家叫到公车最后一排去，
没有，我们那时候公车这个管公车管理处的管理已经比较严格，建筑严格。我们那时候就是朝南洋街什么 K 书中心哦，然后你们那时候村子应该都拆掉了吧？那时候没有村子这种东西了，在 K 书中心下手。对啊，你更那个。Q 中心是一格一格的，像办公室 OA 有隔间，就是你坐在这，我跟肖克力中间是一个隔板，就听到这里。但是他也有这个，他双人座，他不是双人座，他那时候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叫什么？情人雅座？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是读书中心，辅导是念书的地方，所以有一个什么家教的位置，用功 K 书 K 到死的那种包厢 K 房，那可以有拉帘子吗？它是一个房间，然后就没有隔板那些了。然后没有隔板那些，房间里面呢，我偷偷看过，就是有卫浴设备，一张一张纸，那张哪里也没管啊？有卫浴设备，有卫浴。夏克力约会地点超诡异，身处险境当中。那时候冬天的时候，外面下雪，对不对？然后他们那个路会用一个车子来把那个下雪从路上拿到铲雪车。对，然后路边的就会一大排，可能比人家高的。开始挖，挖一个洞，把雪挖出一个洞来。对，不会被活埋吗？不会了，不会的。可是有可能，有时候如果那个车子再过去，它或许又看会往下去了。有人因为这个有死掉。在 K 书中心下轻手，然后再带到别的地方去下重，然后就带去国父纪念馆的后巷。所以不要一直打野战，你怎么那么喜欢在外面？所以你带去哪里 ？MTV 啊 ，MTV 是一个选择。MTV 不是门不可以锁吗？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就是约定成熟的东西，譬如说它还有窗户，一个玻璃窗，你可以看到里面在干嘛。但是很多有良心的业主都会贴上报纸，对，不用。不用打扰到你，对对，就是不会打扰到我。所以去 ATV 一定要点一张碟来看，一定要点一张碟。那个碟不重要，要点时间越长的碟越好。没有，我记得我点那个不是点啊，就是我选。我记得我看过大概12次的《第六感生死恋》，但是从来没看完那部片。是为了那个音乐适合下重手？不是，就是女生喜欢那个气氛很浪漫，所以演到哪一个时候你就下手。那个什么 Patrick Swayze 他还没死之前，还在跟女主角在那边揉的时候，还没死，还没死就过去了，太前面了，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一直都没有看到后面，所以后来要我要看第六感，你知道他有死吗？我知道他有死，但是我看不到他死的那一刹那，这前面有分钟啊，每次不淘气的前面他都看12遍，然后后面都没看到，所以姚元浩你已经没有 NTV 了吗？那时候 NTV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嘞。那你们下手都去哪里下？直接 KTV 了，公园，公园怎么可能？没有，我是送回家啦。哦，送回家，送回家接吻，几乎都在公园，就家里附近的公园，就是巷口路灯下。对对对，有先勘察好地形，还是随机发生的？没有没有，就是说先送一次两次之后，然后才慢慢的开始这样。那公园不是很容易被？哦，长这样哦，长这样，突然，这张好像有点，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吓到了，有点受惊，现在比较瘦。这个我有点认不出来是你，有点白色框框脸嘛，对，很好。对，所以你是说你入学的时候长这样就立刻被学姐们看中？对，我高一的时候呢，一进学校的第二天，然后有一天的第二节课，我记得突然门口就来了一群学姐女生，然后就叫我在门口就把窗户拉开，然后叫那个谁谁谁，我说哦我是，他说来出来。我以为我要被揍，为什么第二天就有人要揍我？他把你带到火车后面吗？没有没有，我就走出去而已。你是很喜欢在户外。然后那个学姐就告诉我说，你就是那个谁的，他说我很喜欢你。我说哦哦，然后学姐以后在这个学校就是我照你。学姐 OK 吧？长怎样？很正。长得还其实还 OK 啊。是这里面有的吗？没有没有，我们班上都没有。哎，有个丢铅球的，丢铅球的，你的丢铅球的，铅球的是。我们不要攻击路人，好不好？其实我们班长得都还蛮普通的啦。梁元浩是左上角那一位。对对对对，只有好像也只有一个男生。这个是一年级的时候啊，就国中。所以这也是一群喜欢你的女生吗？不是，都是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我们班同学。那你当时已经是高个子了吗？已经高个子，已经开始，已经180。学姐们就把你叫出去，然后对，叫出去，然后强吻吗？没有强吻，就说他很喜欢我，那我没有讲话，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以后学校有什么事情就可以找他。可是你这么高，好突兀，因为那学姐一定比你矮，就是要照你的那个人。对，以后你就，然后他就说，就是收我做干爹。夏克力的村子，你在哪里念的？这两个村子，南村，对。
在哪里？在 Montreal， 加拿大。哇，这是夏天的照片。你在哪里？那个是我穿 T 恤、穿白 T 恤那位。不是，那是我夏天工作的那个，我是周三圆圆 lifeguard。你已经长大了，那是。这个是我毕业的夏天。毕业的那个。对，我已经长大了，那个夏天已经长大了。所以你不能够说你是里面最帅的啊。每个都很帅，感觉好像在看美国派的剧照。对啊，外国人的高中生活好远哦。对啊，外国人的高中生活。那个是我，这是谁啊？你好像是我跟我妈在跳舞。好像电影里面的人哦。哎，对啊，这个是我们。你还没长大。从高中毕业的那个，我们会有一个 party 啊。会。这就是你被大家拿来试吻的那个年代时候吗？没有，那是更早，可能一两年前。OK。这个是我，帅不帅？我是外国人。毕业的那个夏克利，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他不得了，这张帅，这张帅，多帅啊！这个我已经到那个大学拍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哇，拍不可能！这是在美国拍的，这个算帅吧，在外国人的眼中。应该我觉得帅吧。我那时候是拍那个，我已经在拍东西啊，在加拿大、美国。所以你当时有感觉到自己被很多女生追吗？还好。那么帅，可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真的很夸张。我在加拿大还好，我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很年轻。然后就是没有发育的，然后很多女生的朋友，然后都是一直要跟我当朋友，然后问一下说，哎，你那个朋友什么什么，然后我他们都会追你别的男生，就是为了别的男生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女生很好，可以跟他们聊，就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以前有男生在学校会打我，可是之后因为那些别的学女校的女生，他们都知道我跟他们女校的学生非常的好，嗯，所以对我不好就完蛋了，嗯，我就会跟女生说，他们问我说，哎，他怎么骂郭显怎么怎么，我就会说，哦，可能说不好的，因为他把我丢到垃圾桶里面，哦，女生就会讨厌他，对，所以我就变得因为女生，我就变得没有问题在学校，所以因为你要常常给大家意见，他们就尊重你，对，哇，还有我就。开始长大的时候，开始发育的时候，就跑美国，然后在美国不知道为什么，女生在美国很喜欢我。嗯，我们去那个。你说你一个晚上跟五个女生接吻是在美国的时候？没有，那是在加拿大。哇塞，那时候是可爱的时候啊，就是瘦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就觉得我很可爱，然后很 sweet， 然后他们的父母也是都是女生呢、啊，睡个晚上在那个女生家。他们的爸妈都是女生吗？爸妈看到我就知道我是单亲哦，不喜欢。然后说很看起来很乖的一个男生，哦，他可以睡在你家。对，可以，他没有，就是要睡觉的时候我要离开。哦。可是他们那些 party 啊，女生都不会睡觉啊，然后他们就自己化妆什么什么，也开始化妆我就无所谓了。你是单亲妈妈的菜。担心妈妈，担心妈妈都很喜欢你。我就 OK 了。父母又觉得我很安全，其实我不安全哦，我是很喜欢，不安全哦，我很喜欢那些女生呢，可是他们都觉得我可爱，你知道吗？但是没有趁机下手。我会很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可是他们就是说，我好喜欢你，好可爱，不喜欢。所以他们会在你面前可爱。他们会在你面前换衣服吗？换衣服比较少，他们还是会。可是他们再次会用我来实验，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用你实验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就出手呢？我有，我他们要亲我就亲啊，他们要什么样我就 OK 了。做对啊，当然就是。所以他们在你身上做过哪些试验啊？就是亲的，然后抱的，有那个看可不可以帮他们，就是那个引爆吗？没有那个 bra， 解开胸罩，可以帮他们开他们的 bra， 穿后面这样。他说你知道怎么做吗？我说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然后他们说你试试看，你又抱我，然后把我的 bra 拉开。哇，真的假的？他们给我很多试试看的东西啊，你不就因为我看起来很乖。外国人真好，那你怎么忍得住？我就没办法，我。他们这么高，我怎么爱？所以他为了换得更多实验，只好假装自己好像很不在乎啊。所以他是柯南呢，把自己装到一个小男生。在我们方城那边是在那个海边的，我们夏天住那边，然后就是很漂亮，然后晚上有那个火在那个沙子上啊，就是做一个火生火。然后说，哎，要不要去走一走，在那个海边那边呢？然后。然后很浪漫啊，走路啊，漏气啊，就是那个海的声音啊，然后对，然后你走路啊，然后他们会牵手，有时候就哇，刚认识就在牵我的手，因为那时候你就觉得牵手是很大的事情，可是其实，可是你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哇，然后开始跟你说，要不要看到那边漂亮的，说好，我可以亲你吗？
亲我，然后就开始大舌吻，那时候没有舌吻过，我就觉得哇，美国女帅的好棒哦。然后有在沙滩上滚吗？那时候还没开始。他有把你的手放在哪里吗？没有，那因为刚开始，我真的，其实我可以，我现在知道我可以，因为20年知道这件事情耶。对对啊，20年加圈占尽。所以你说你们站着很缠绵是不是？没有，就是因为我跟那个女生亲吻什么什么，然后她离开可能一个礼拜后，那个礼拜就每天跟她见面啊，亲吻、舌吻。所以比起来好像还是西方可以尺度大一点，西方比较宽。西方高中时期是最疯狂，我们最羡慕的。因为你们这几位就算有克制住啊，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村子的学姐也蛮直接的啊，叫到公车，可能村子的学姐也是在等他做，都他都没做啊。又不敢啊，说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你后来被转去军校，就是你爸觉得你在学校太荒唐了。因为他觉得说你没考试没有一科是绿的啦，然后你数学又考2分啊，所以我爸就气到说你叫你念书也不念，干脆就去当兵去。那你离开的时候不是学校女生都哭死了吗？没有啦，是没有哭啊，只是就是不吭不响了，就这样。那学期结束之后就去当兵，对，但是人家也不知道你跑哪去了。那你去军校以后还是受欢迎吗？对，他说他还是受欢迎，还是受欢迎。去军校的时候，你的体能战绩一定很好，他就是抄你嘛。那你如果你体能战绩很好，他就会教你当成小班长，你去带其他兵，这样。那可是唯一在军校，你就想说没有女生，只有唯一有女生的地方就是在哪里？福利社剪头发的地方。哦，阿姨，阿姨啊，连的都是阿姨。可是有些阿姨是年轻，有些阿姨是年纪大的。但你要怎么样去驯服那个阿姨？就是驯服阿姨要干嘛啦？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今天她把你剪得好与不好，你就说哦，阿姨你真的，你今天真的好漂亮，你这个头发好漂亮的，阿姨你穿的衣服很好，讲很好听的话让她听。当兵剪头发不是一个一个去，是一整排哦。可能一下课之后，你用这个时间去剪头发，就会变很多人。可是如果你跟他相处很好，他就是说，来潘到迪迪来，潘到迪迪来，让你插队哦。对，然后他会跟你讲，他说，哎，你行李塞头了，你赶快洗手台洗一洗。他一直叫你先洗头，其实你洗完头了，你就可以先剪了。但是后面人还在排队。所以你跟阿姨也亲了吗？跟阿姨没有亲，跟阿姨没有亲，就是你会。阿姨这样无欲无求的出现。有些人就是大爱啊。人生嘛，人性有善的一面。我自己今天结论就是，高中很多人是无欲无求，干姐什么都不要。所以听起来都是很好的故事啊，应该拍耶，你们应该把这些写出来吧，好青春哦，我们五个人的故事结在一起拍起来。外国人的就算了，还要美国，要美国拍啊，预算太高了。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冬天的时候外面下雪，对不对？然后他们那个路会用一个车子来把那个下雪从路上拿到铲雪车，对。然后路边的就会有一大排，可能比人家高的，对。然后你就有时候会跟女生说，好，我们见面在那边。你见面半个小时前，你开始挖另外一个洞出来，把雪挖出一个洞来，对，要干嘛？爱是筋膜人，因为里面是温软，你可以拿一个 blanket， 你可以放进去，在里面，对 ，My God。不会被活埋吗？不会了，不会的。可是有可能有时候，就是如果那个车子再过去，它泼出来水，看会往下去。有人因为这个有死掉了，对，就是这样子死掉。不用挖，这哪浪漫啊？这太冒险了，不要这样，危险。大部分的时间，那个车子不会再来，不会。那个是早上做的事情，所以你到晚上，除非你在那边一个晚上。台湾没有雪啊，你就为了挖泥土，然后在那边。挖个洞，挖两个钟头，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唤起大家高中时候的回忆啊！下次再来一起回忆。谢谢。我自创蝴蝶击球法，你打的时候你手要在那边挥。我因为声音，他们被你吓到。只比尊严，不比钱，对不对？对啊，为荣誉而战。谁输谁？谁输？谁一圈？